4岁的中挪混血奥利，在学了中文以后，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语言系统混乱。现在他的中文和挪威语基本上可以自由切换了。虽然有时候他还是会跟挪威人讲中文，跟我讲中文的时候，不会的词语他会用挪威语替补。今天单独带奥利逛花店，让我很惊喜的是，他不但没有忘了中文，而且会的中文越来越多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在拉臭臭吗？妈妈没拉臭臭。妈妈，你说 Emily 还没有拉臭臭。没有啊。没有。哎呀，你看 Emily 跟你说话呢。Hello，Hello。嗨，比利哥。快点，马上就到了你。好。我们要去干什么？去花店买什么？快点的。来逛一下花店，他们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关门了，我们要快一点。你哪里呢？哎，在白色的。我们再进去看一看吧。这是我的妈妈。小公主的座驾，你要不要坐上面嘛？坐下面是这样头不舒服吧？这个肯定不舒服的。好，这里又舒服的。好，那你坐下吧。我们的屁股这样，我们舒服的。你觉得红色的好看啊？我觉得这个好看了，我觉得这个好看吧。白色的这个不好看，先继续走吧。继续走，好。你看嘛，这个是为国庆节特别拼的这种。就这个吗？这个太好看了吧？这个好看。你想要这个啊？这个是月季还是玫瑰呀？这个吃猪肉饭。我们俩想要的玫瑰是两个300块钱，要两个啊？要。你知道吗？妈妈。我们要一盆这个，妈妈喜欢，把这个抱走，能不能抱得动？妈妈，你抱抱我的娃娃。这个娃娃。抱不动的话，妈妈抱啊。宝宝不。哇，这么厉害。我这么厉害。嗯。这个有菠萝。菠萝啊，我们不要菠萝了。就要花吧，今天。你这个好看吗？这个非常好看。哎，加油！哇塞，吴丽远，你太棒了！我有力气了。哦，你力气好大。妈妈，快给我芭比娃娃。给你，真棒。妈妈，你没有给他梳头发吗？你给他梳吧。拿小笨蛋，再看这个胖好吗？嗯，对，仙人掌。你想要仙人掌吗？不要啊！不要了吧？哇！我这里也有，这么多。我去看一下。你看吧，你敢不敢摸一下？我不敢。妈妈试一下。你小心点。还行，不是很扎。这个刺很软，是不是不是很扎？有这个吗？疼吗？这个我也不要疼。里面你看这个花盆好看吗？这个好看了，这个还有谁家了？好，这个也谁家了？带走。哟，小偷拿到他这个花了。你也好好照顾我。我不带了。确定吗？这个这么好看。还想要啊？这个这么好看。好吧，拿回去看看有没有适合的花。今天先买这些。我要拿这个碗。这一个小狗娃娃。一个小狗娃娃。嗯。这个耳朵可以摘下来。可以摘下来吗？来。立起来是吗？有。小狗的耳朵可以立起来。这个花店也卖这种烧烤机，就只要院子里能用到的，它都卖。丽丽啊，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Thank you. 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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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.真
哇塞哇塞哇塞，你怎么转这么美啊？真好看。走吧妈妈。嗯，走吧，走吧妈妈，走吧走吧，打道回府。妈妈回家回来了。好，那你轻点啊、哦，回去给爸爸和妹妹们看看我们买的花。我不要你自己带了，我不要你自己带了。哦，你不想妈妈累着？哎呦，小棉袄啊。妈妈，啊、你的颜色也不带。好。妈妈看着他的鱼。好，把后备箱打开是吗？来了，那个可以放这里，行不行？我行啊！来来来，我来了！哇，太棒了吧！再近一点，嗯，还有一个花盆，嗯，来来来来来，小心小心！哇塞，妈妈也慢，你好强壮！今天花店消费是925，好，搞定，回家。我怕你累了呢。哎呦，怎么这么贵呢？妈妈，别帮我。好，你也进来。今天好多人夸奥利维亚的裙子漂亮，是不是奥利维亚？是的。说你是小公主。推推推。对对对对。我推。加油嘛！努力。你再说一遍。加油努力，加油努力啊！你跟谁学了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哎，等等我。嗯，来吧。奥利维亚太乖了吧，还开给妈妈开门，先让妈妈先进来呀。没睡好。没睡好，那我们回家睡觉吧。我不要，我就是调皮。你就是调皮呀、啊。